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小城吉安，它安安静静，普普通通。然而，因为一支乐队的出现，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那个，我今天把我去了，让他收下我说了。来，参观一下我的摇滚帝国。 谁呀，摇滚王子？明知故问。老天爷太顽皮了，怎么就把你安排到我床上来了？别给我闹啊！没给你吧？你不说你有乐队吗？你听我组呢，不就有了吗？你没有乐队，你找什么经纪？ 你找个啥人啊？何大狗的何大狗，面壁的面壁，未成年的未成年，还有个导演钻，这他妈是谈恋爱呀？还是他妈现实呢？我必须要亲自殴打那两个王八蛋。怕他能咋的？姐，我着急。着急也没有用啊，你姐夫搁家。赵志林，你写的。哇哦。 哥，你玩摇滚，你玩他有啥用啊？把我社会哥们一叫，干什么呀你？这管子够走你了吧都！拿出来让我看。上！快点练了。大爷，太变态了！变态！几个月了？没怀孕。胖的啊？